酱，它是沙沙酱，我们一般是用墨西哥辣椒，然后洋葱跟番茄碎，然后我们是用台湾的辣椒，叫剥皮辣椒，就是台湾的。沙沙是 barbecue 的意思。No， 沙沙是。啊 ，salsa， 啊，墨西哥 style 的那个 Mexican style 的。OK， 然后第一是两种颜色的起司，一个是切达黄起司，一个是瑞士白起司，比较薄的起司。那我也要 A， 还有加蛋。加蛋，然后全熟还是半熟？半熟。Thank you.
ちゃくちゃ美味しそう。匂いがやばい。加油。It smells so good。啊，煎过气子会有香味出来。对。啊，这是什么？流口水。よだれ出てきた。そしてラオパンニャンとラオパン。谢谢。今から食べてみます。想要自由自在一点，所以每件事不一样，每件不一样。所以然后里面的地点是在 FB 或是 FBIG 上面都 FBIG 对广告，所以 you definitely love it。やばい、これ肉汁ロース。哇，超好吃。那就小心一点。でもこんだけ肉汁があるっていうすごい美味しかったです。哇，他们有特别的 cup。你们自己做的？对，我们贴纸。真的吗？OK， 那我要去。